今天是星期六，我们出来玩的第三天，然后丹尼超级无敌冷的，看两个孩子都穿好多，打个招呼，雪儿，Hello，Hello，哦，Hello，胖胖，哦，胖胖，好漂亮啊，哦，围巾，暖不暖和？等一下，接上老公的弟弟，然后我们一起去，一个 castle，就是好像以前 Scottish 在这里住，然后留下的一个 castle，还挺漂亮的。去那参观一下，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吧。今天呢就不到处去了，就去一个 castle。去完 castle 之后呢，回来两个孩子就要赶紧休息一下，因为这几天他们太累，我也好累，所以都要好好的休息一下。今天主要的目的就是去那个 castle 去逛一逛，看一看。明天呢我们就又开车回基督城了，在基督城待一天，然后第二天就走了。这一次旅行其实还是蛮愉快的，就是大家都在生病，挺倒霉的。那好了，一会儿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Land Castle 吧，拜拜。我也要那个白嗯，卡索。拜拜。是，那顶子非常漂亮。
大家好，现在呢我们中午休息了一下，那现在晚上呢就出去吃晚餐了。我们选了一家日本餐厅，应该还不错吧，不知道他开不开门呢，因为我们刚打电话的时候没人接电话，希望他开门吧。那我今天呢就是大素颜没有化妆的，刚刚洗了一个澡，不是特别舒服今天，然后上面戴了一个帽子，超级无敌冷啊这个地方。那我们一会儿吃饭见吧。Thank you.